南加州最大规模的华人工商大展，许多厂商为了吸引顾客，纷纷大出奇招。现场是新产品和新花样是层出不穷，而且呢，特别迎接农历新年，促销手法是推陈出新，让现场的民众根本就无法抗拒。 火辣辣的展场女 model 跳骑马舞，炒热气氛，台下民众都嗨起来。展场上比噱头、比热闹、比谁的产品最夯，各大厂商都趁势推出新玩意儿，吸引消费者。 像现在这种非常流行的行动的刷卡的装置，那在2013年呢，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来开发更多更圆化的服务，来提供给我们全美的商家。我们想了很久，也开发非常的久，终于开发出来，全世界我敢号称全世界最强大的卡 OK 机种会在2021年跟大家见面。展场上的另一个焦点就是 BMW 6系列和 Mini Cooper， 看准广大华裔对宝马品牌的喜爱，业者表示，在南加州都有专业的华裔经纪来服务华人朋友。 宝马集团会主推新的四系会出来，然后新的 X5 也会有新的样式出来。而华人在美国生活，日常用品不可缺，像是受年轻美眉欢迎的美丽日记保养品系列，以及一般家庭需要的家具摆设，通通都来了，让民众一次逛得过瘾。这一款丝瓜面膜最适合在这种多变又干燥的气候来使用。那丝瓜水具有锦旗补水的功效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补足您所流失的水分。我们和泰家具呢的家具风格分为两种，有和泰红木家具以及欧美家具。那我们呢和泰红木家具方面，我们的红木家具雕刻非常的细腻。那我们和泰欧美家具方面呢，我们有意大利的真皮沙发，有天然的大理石。民以食为天，食品专区永远是己的水泄不通。 标榜道地中华口味的华龙食品，无论是现泡的即溶饮品，还是口味变化多端的零食，都让民众爱不释手。业者希望满载而归的华人朋友能够吃得开心，也吃得健康。以上是东森新闻林敏经理钟瑶在洛杉矶的。